极乐世界的成就，正是世间自在王如来的心愿，是他的愿望啊，也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愿望。那么，诸佛如来为什么没做呢？ 没想到，说老实话，不是没有智慧做，不是没有能力做，没有想到，这缘不同啊。这一桩事情啊，被法藏比丘想到了，他做成功了，诸佛如来。 没有嫉妒，啊，你再这样看，没有嫉妒，没有障碍呀，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，好事多磨，你要做一桩好事，人家知道了，想尽方法障碍你，想尽方法拦阻你，不让你成就。 这是什么样的心？这是里面有自他，你的成就不是我的成就，所以就产生嫉妒障碍。诸佛如来没有自他，你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。 你的美满就是我的美满，那怎么不欢喜？诸佛如来有一个共同的大愿，普度众生，以种种善巧方便，戒淫度化众生。 可是众生刚强难化，你看看《地藏本愿经》里面讲的多清楚，真的是刚强难化了。所以，诸佛如来就开无量无边的法门。 帮助一切众生逐渐来提升。众生在修学过程当中，进进退退，进得少，退得多。所以诸佛菩萨，真的他也不怕困难。 他有耐心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不舍一人呐。诸佛菩萨的慈悲爱护这种恩德，我们凡夫不知道，没有法子体会。 他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，早一天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而我们起心动念、所作所为，与佛菩萨的愿望完全相反。我们不知道佛菩萨的恩德。 今天，法藏菩萨他这个做法真是常佛本坏啊！这个佛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？为什么呢？西方极乐世界在一切善巧方便当中，他是第一了。
能令五尘齐入暴土，不必长时间的修行。像后面四十八愿里面，生念一念决定得生。这种方法确实诸佛如来没有想到啊，而且方法了只用一句名号，真正不可思议，这么简单这么容易，只要如理如法的修学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所以佛称善哉啊，你做得太好了，你这个做正是我想做的，你做到了。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助他了，就都赞助阿弥陀佛。无条件的帮助阿弥陀佛。